咱们有几个队员的行李出了点问题，加油啊！那你赶紧处理一下，李阳行李出了点状况，等一下。行李出了点问题，我们先靠边等一下。你看，今天是你生日啊！李阳，这是你给女朋友的惊喜啊！ 怎么可能？我们是来比赛的，这么弄不合适。那就是球迷，哼，挺用心啊。英国加油！英国加油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小谷，预祝比赛拿金牌，我看好你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 这位小美女，你这模样是在担心林逸阳，还是在想今天机场追你的小弟弟呢？什么呀，没有，不是，没人追我，那根本就不是追我。跟你说啊，你呀，最好去管管那个正宫，这会儿估计闷头吃醋呢。不至于吧？那他也有很多球迷，我也没吃醋。 不至于，那你去看看。可就这么点自由活动时间啊，再不去，来不及了。嗯。再说了，这比赛前，你不得给咱队长把心态安抚好。那我去看一下。你要是有事，随时打我电话。好，走了。 方便吗？方便，我正好要出去。怎么回来了？ 压了一肚子的火，一下午没吃东西，有话就说。